小球儿是好看的最爱，你看，你去，娘俩还抢起来了。耶，这会儿宝宝果果都没了呢，都上哪去了？谁？这是 AU 吗？哎呦，你跑这底下干啥的？钻底下干啥？你是车底鼠啊？好看，你干什么？你抢个球呗，你玩个球，你还摁着孩子脑袋，你还想咬他耳朵啊？你太深呐！哎呦，哎呦，来，来，吃草了。这是宝宝吗？哎呦，闪闪也跑过来了。哎呀，咋了呢？哎呦，你们，哎呦，偶像一家不是最爱吃猫草吗？小宝，你一吃猫草，爪子就踩进去。哎呀，要文明就餐。闪闪还行啊，闪闪你是在吃啊？好看吃猫草吗？玩的吗？即使好看是不吃猫草的，好看胡彦俊都不吃猫草。好看家的猫都不爱吃猫草。哎呀，也不知道闪闪是正经吃还是不正经的玩。你瞅瞅，还拿脚踩着摁着。估计是在玩儿。果果呢？果果去吃猫草去。这家伙，这玩意儿，猫草都能当玩具。耶，咋了，果果？你不爱吃猫草吗？你们就当韭菜吃就行了。你这家伙，一边吃一边玩儿哈，能当玩具。哎呀，你那爪子还比我银手好使咋的？闪闪吃猫草还是玩猫草？人家知道斩草除根，贴着根儿咬。好看呐，好好吃点猫草啊！你瞅你脸都黑了，哪怕你吃点猫草，脸变绿点也好，更好一些，对不？显得你充满了朝气。去，你就差有个锹了是不？有锹你都能给它连根挖出来。好了，不爱吃我就拿到别的屋去，让别的猫吃了啊！啊，闪闪。哎呦我去呀、啊！你看你就不像正经吃，你就在那玩儿，在那嘚瑟。不给你吃了啊，拿走了。偶像，偶像先吃，胡云俊不吃猫草。偶像快吃吧啊！哎呦，过来吧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过来吧！记得，哎呦是爱吃猫草的呀，是不是没有偶像的陪伴，你有点不好意思下口啊？哎呦，你去哪儿？快点吃点猫草吧！哎呦，哼！大帅呀，你怎么对这条鱼这么感兴趣呀？你俩500年前认识啊？闪闪，闪闪，闪闪，你看你爸搞那偷鱼摸虾呢。这条青鱼好像他就不太感兴趣。弄过去，嗯，傻了，怎么突然多一条鱼呢？英俊呐，你又远远的看着大帅，又被他的美貌给吸引了，是不？大帅过来，过来。
英俊，你咋的呢？你打不过人家，你还老聊闲。